所以这是那个太冲动的下场，这样。所以真的是就是深刻检讨自己。酒醉负面新闻缠身败选，李婉玉说不敢回板桥面对支持者。对我来讲很意外，很讶异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完全没有料到是这个样子。回顾败选当晚，李婉玉的错愕和失落全写脸上，连任失败也让她红了眼眶。就投票那一天，开票的结果，好，就是有一些支持者就是很落寞走出我总部的时候的那个神情，好，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李婉玉，加油！加油！再一次，三次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李婉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就是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人，然后不论我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第一个时间安慰我，然后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会自动在我的地方集合来帮忙。那我不敢面对他们，就是我觉得我表现得不够好，然后让这些东西影响了我自己的选举的结果。想起当下泪洒摄影棚，当时心情低落到不敢踏出家门。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深情与承担，我相信你愿意，请坚定支持第十六号李婉玉。起步时有着政坛漂亮宝贝称号，到现在晋升话题女王，绯闻八卦精彩度爆棚，但李婉玉说她的个性和初衷不曾改变。就是从小我觉得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样的人，就是我经常会帮女生被欺负的女生出头。有一些人真的会吃空姐的豆腐，就是尤其是因为他们坐着嘛，所以是离女生的臀部很近。所以有一次我是看到有一个乘客就是去摸我同事的屁股，然后我同事就尖叫，然后就回来那个厨房，就是我们打工的地方，就是哭，然后就跟我说，就我就过去，那个女人在喝啤酒，就把啤酒倒在头上。戏剧化的剧情让人听了都捏把冷汗，但李婉玉的侠女性格也让她决心投入政治。我们多么骄傲自己身为板桥的儿子，在扫街就是很热心跑进来加入我的队伍，然后就非常的卖力的在替我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。然后扫街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谢谢你，很不好意思，为什么你这个这么热情这样。他跟我讲说，哎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学同学啊。他说当时要是不是你帮我付学费的话，我今天不可能会有现在的成就，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室内设计师这样。那因为他小时候家境不好，所以本来他家人要他去工作不能念书，那我就回家偷我妈妈的钱去帮他付学费。那所以从事民意代表这个工作是很快回馈社会的很快速的方法，身在关门好修行。那民意代表也是这样，就是你在帮助人的无形中，你会得到很多人的衷心的感谢。但李婉玉不得不坦言，在踏入政坛后，她发现儿时的侠女性格有时候在政治路上反而使不上力，很多事情都得慢慢妥协。可是我也常常因为就是这样子而自己惹到一身麻烦，可能就是因为你在做一些某些好事情的同时，你伤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这样。其实民意代表也有一点是这样。有没有什么样的蜕变？就是我就是比较不会这么冲动，会稍微想一下这样。但是我觉得立场就是跟心里面的正义感是我永远的初衷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这样。只是换一点圆融的方式来处理。学着圆融，李婉玉带着败选时支持者的眼泪，她决定从新北转战北市，挑战下届立委，彻底归零，重新出发。跟大家道一声感谢以外，就是短暂的告别，这样，然后我要去市里面打拼。突发中心，如果不成功，我也不敢回来。报道。苹果新闻网的报道是又快速又公正，让我们一起支持苹果新闻网，又快又好，属于大家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